天领我这两个哥呀，还有张伟，张伟，来呀！我今天领我这两个哥来掏我窝子来了啊，来采这个黄瓜香啊。他们知道我有早期的片儿，所以都来了。你看着没？下雨了，今天怎么整的？这天干的呀！下雨也不耽误，现在都已经在山上了，再走一会儿就能到我的片儿，看看到底有多邪啊！已经到这儿了，继续往前走。慢点，有哥。这小菜真嫩。慢点，没人跟你抢。哎呀，这么多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没人抢啊。转圈就一大把。你着啥急？老嫩了。老嫩了是吧？真好哈。你别着急，没人抢，这下雨呢。眼神不好，我真是看不着菜呀。你看他藏的多隐蔽，你看，藏这里边的，还矮粗胖，这几个菜就挺好啊。像这种小的咱就不采了，让它再长几天又可以长这么够大，是不是挺好的？这一片是真过瘾呐，全都是啊，看，就说多不多就完事儿了，过不过瘾？亮哥，老过瘾了，真好哈，都是啊，都是啊，哎呀妈，还得跟你混呢，还得跟我是吧？对，这采菜这种感觉是真好啊，一看到菜的时候啊，一点都不感觉累呀。别着急。